关心中华职棒，在三号晚间转队到味全龙第一站就开轰的大师兄林志胜，四号晚间再度敲出了全垒打，已经独居中职全垒打王的他，也将中职史上最多轰的纪录推进到了291轰。这一棒打成了一个飞球，在右半边轻轻一带，结果打得很深远，这个球也越过去了。好，今年已经40岁的林志胜，在今天味全龙做客台南的比赛，五局上面对统一狮的投手敲出了一发阳春炮，不仅连续两天开轰，更是跨季连续4场比赛有全垒打的演出。前一天他才正式超越正中打击教练张泰山，独居中职全垒打王的他，也将史上最多轰的纪录推进到了291轰，实在是太神了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